看不见了。哇，这类事情很多哎。啊，好。第一，抓住，紧紧抓住什么，同学们？失踪者年命。首先看地盘，就是到了现在为止，他失踪了那么多天，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有没有凶兆？这是第一个。啊，失踪者年命地盘，这是你第一个要关注。什么情况下会有大凶？这个人可能已经被杀了，被撕票了等等。啊，年命临什么？死门是一个凶的，伤门给你打烂了，啊，这也是一个凶相。另外特别凶相是什么？几加几，几加几把你干掉。几加兵，往往这个女的被人家奸污了。啊，这是死招。啊，几家兵往往是啊被强奸的可能性大，对女性来讲啊。什么情况下加强了死招的分量？蛰伏逢空。年命空空，那就很可怕了啊！再加上啊，啊，蛰伏逢空，年命又同时逢空，啊，也是死兆。所以啊，看地盘年命就知道这个人失踪了那么多天，是吉还是凶，这非常重要。以后凡事注意，只要逢空，一定要对宫补充信息。这句话我再写了，因为这是普遍规律，不是针对某一件事情的。逢空的宫对宫补充，这是普遍规律。这宫逢空了，信息量不够了，要看对宫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啊。这个地盘往往反映着刚刚失踪的前半部分的情况，就一开始他失踪的情况有没有那么严重。天盘呢，就是后来他怎么样。第二个再看失踪者年命天盘，就是他失踪的后半段乃至到今天他的状态又如何。这么基本上可以看出来，这个人是安和为的问题了。啊，如果死了，那么就要去找尸体；如果活着了，就要去找他躲在哪里。所以这个呢，下面呢，如何寻找？怎么去找到他？啊，怎么找到他呢？如果是死了，啊，那么啊，啊，死亡尸体，看死门，死门的落宫。如果没有第二个年命有功，年命的天体盘在哪里，也可能被搞到那里去尸体。但是也可能没死，没死去哪里找，看什么啊？就是活着，
活着多长看什么？看动脉。就藏在那个地方了。啊，杨德，你还记得吧？你那几天嘛，我在中山断一个人失踪了，你可能没那次没在。啊，中山有位女老板，我的丈夫两年走了两年了，到现在还不知道，没找到。我们在普及上课里面讲了。哦，讲过的对吧？就哎，对，就是两年，问这个人还活着吗？如果活着，他在哪里？那么奇门君一看呢，没有这些凶的信号，就是年明地盘正常，年明天盘正常，没有这些凶状。我是断他活着还是断他死了？活着。活着。然后他在哪里？我找什么？找杜门。那么杜门一看方向，东南，而且是外盘。我说他可能躲到东南亚某国家去。他自己暗暗笑，他说我就要确认一下，因为前几天有人回来告诉我在越南看见我老公了。医生我说那太准了吧。他老公就是李家厨子到那里去混去了，到越南去混。嗯，好了，活捉躲藏看住门啊。那么如果你自己找不到，就需要报公安了，对不对？第四个问题就是报警。报警，报警的一套跟前面一样，找东西一样。啊，应急什么时候找到？啊，还是那个几句话。啊，我就不用再写了，因为这是，就是这样。田冲田则死门，啊，冲田则死门。啊，这是关于失踪破案的局。啊，重点就这样来看。另外要注意，这个人如果找尸体，这个尸体周围什么景象要学会。宫里面的餐厨，死门周围的餐厨是尸体可能放在水边，还是山边，还是埋在地底下，还是学校旁边，还是娱乐场所，还是坟地，你要会看。听懂了吗？尸体的周围的内向说明了尸体可能放在哪里？是放在是扔在水塘里了，还在埋在地底下？你要会看出来，啊，有参数来决定，啊，也就是尸体的环境啊，尸体的环境啊，这些呢都不作为专门列出来，这个因为一般的常识性的东西啊，常识性的东西，啊，这是关哎，要找这个地方的话，找是用什么年命？是用天盘，用地盘？啊，都要用，先用地盘，都要用。先要用地盘，因为你不能完全判断它是死和活，有时候，啊，如果死了，你首先按天盘的，地盘找，地盘找不到，有可能人家移动尸体啊，那这个尸体就跑到天盘去了。移动就到用。然后就像我们生物嘛，你没动生物就在地盘嘛，生物动了就变成天盘。活着的话就看你天盘。是这样，如果活着就看肚门，它藏在哪？所以呢，你第一个找人，啊，先判断是死是活。如果死的概率高，那么看尸体死门在哪里，首先看这个。如果找不到，看地盘年命；再找不到，看天盘年命。因为你这是不是概率？这是按最高的概率先找。听懂了没有？另外要注意，有的人不是藏，比如一个痴呆症，他需要藏吗？他走失了，也没有凶兆，那他在哪里啊？那重点就是看天盘、眼命、罗布，而不是看动门，因为他痴呆症，他不知道是藏的问题，他在哪里呆着就呆着了。那上次某地那个老太太痴呆，家里找了三天没找到，报公安，公安也没精力，太多精力去找了。然后我们同学自己断，啊，发现老太太的年命在东南方向临深门，你怎么断？首先她没死，
对不对？另外身份上面领玄武，说明老太太脑子清楚不清楚？不清楚。身份是什么地方？要么是医院，要么是救护站，叫身份，就救你的地方，救身嘛。所以马上断东南方向内盘，离家里不远，东南方向，凡是因为是三四五八嘛，是内盘嘛，取三里地到四里地，只要这个路上有医院进去看看，只要有救生站进去看看。没想到第一家医院就在那里坐着，就是三里多的一个医院里，老太太就在那里坐着。有人说她坐了快一天了。哎，你让公安怎么去跟你破案？人家警力也用不过，你还得自己想办法，对吧？啊，这是真的事情，都被验证的事情。好了，下面关于工作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讲了一个关于工作的，这是第几项了？第五，工作局。啊，或者叫工作项目局。同学们，首先工作和项目的核心参数是什么？开门。开门啊，核心开门，紧紧抓住开门。开门有几个意思？一个意思代表工作，一个意思代表项目，一个意思也代表你升迁的新的岗位能不能升到。这个指的就是天盘啊，当前啊，就是当前天盘啊。然后呢，开门的啊，过去地盘，过去这件事情，过去的工作怎么样，过去的项目怎么样，过去地盘啊，这开门是最重要的。然后就看对你适合不适合，需要你个人年命，就是开门跟个人年命的关系很重要啊。不要克你，克你就不太好。第三个，如果你是有领导的，有正骨直接管你的顶头上司，还有更高的领导，所以呢，第三要关注领导的关跟你的关系，也就是泽福或者太岁跟你个人年命的关系，这也很重要。那他支持不支持你？另外，很多人的工作除了自己的兴趣以外，待遇很看重啊。对不对？你如果工资很低，他就不一定去了，所以还有个待遇问题。待遇主要看什么？物跟身门，你要会分析。如果你是个打工仔，就看身门跟年龄的关系。如果你是个老板，你一定会投资的，不仅看身门，还要看物。打工仔只看身门就可以了。啊，跟年龄的关系。这是最基本的要点，你一定要紧紧的把握住啊，紧紧的把握住。好，这是第五个。第六个，关于选人。今天我们讲了选两个，有人说我们经常有三四个人五六人来选怎么办？关于选人，啊，或者叫关于选聘局，选人聘人的局。如果能知道每个人的年龄是最佳，啊，
候选人年命的落宫，每个落宫是反映了他的情况。这实际上跟多人问策有类似之处，就多人问策怎么办？不同的年命落在不同的宫里，反映了他当前的状态，个人状态。但是光个人状态好还不够，他状态好对工作适合不适合？还有啊，就你这个状态的话，但是你不会做这类事情也不行。所以呢，年命还要跟开门、跟岗位去比较。啊，年命跟开门关系好不好？也就是说，他适合不适合这项工作。第三个还要看，他跟你这个老板能不能搞好关系？他很能干，成天顶撞你，你喜欢吗？你也未见得，有些人没那么大度，老顶老板的人，有的老板是没事顶顶没关系，大度；有些老板不是大度，你老顶了，对不起，你走人，是你听我还是我听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第三还要看什么？年命啊，与折服的关系，也就顶头上司，跟你能不能搞好？啊，同时还要看年命跟太岁的关系，你跟上界关系搞得好不好？和同事关系是不是看月干？啊，和同事关系是不是看月干？和同事啊，下面第五啊，顶头上司有领导班子。他跟领导班子处得好不好呢？一般看哲识啊，跟其他的领导好不好？跟年命跟哲识就是跟其他的副手跟副领导关系好不好。有的人这尊重第一把手，对下面几把手就看不起了啊。下面看群众关系好不好，月干代表同辈啊，年命跟月干的关系，同事关系好不好？另外他如果你凭他当一个部门的领导，他还有部下，跟部下关系好不好？怎么看？年命跟时干，这是跟部下关系处得好不好？这样你很全面地看到了 这些情况。啊，这是第六类我们涉及到的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哎，请问，在求职的过程当中，有的是可能是看中这个公司发展前景，我也许举个例子，我是奔着这个人事去的，这个、工作去的，但是虽然这个工作不好，但是这个公司非常大。你是以候选者的身份起居，还是以老板选候选者的身份起居？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候选者就是我是。假如你是候选者，你就会关注公司好不好？对，是。假如我是老板，我是关注你们这些人合适不合适。啊，所以你是以现在是以候选人身份起居是吧？对，啊，假如你现在候选人，我该不该去这家公司？重点看开门里面的参数好不好？那公司好不好？那公司和职位要分开是两个参数吗？还是一个参数啊？一个参数，一个参数、还是看开门。如果这个公司有具体性质的，还可以进一步，把它分开。比如你去一家医院，就不一定看开门。天星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也可以看圣门。你去一家房地产公司，也就看圣门了，可以细化。你去政府部门呢，看修门了，还可以细化，不一定都是开门。在你不能细分的情况下面，就看一个笼统的开门，好吧？那就说应聘，我以应聘者的身份的话，我也可以看。这个老板我跟他关系怎么样？哎，对，你可以看处理好关系，我跟群众会不会处理好关系？哎，对呀，对呀，你也可以看我家里你个老板怎么样，你也可以看，你也可以断他呀，你反过来断他，你很厉害，你就自根自底了，对不对？
所以你首先要把自己定位，问的人是谁，那么再来看这个局。好，关于工作就这么重要的几项，我们还讲了哪些没有讲到的局啊？我想一想这几个。流年啊，就是终身局是吧？关于终身局的运程，哎，终身局啊，这是关于它运程，这是第几个了？六个，第七了，第七。关于个人运程，运程有两种，一种就是从自己啊现在一直看整个以后的一辈子。一个是看最近这一年的运程，一般分成两种，一个看一辈子，一个看流年，流年就看当年，一般是这样啊，运程两种啊。一辈子的运程会反映你很多基本信息了，一辈子运程就用什么终身局。当然要注意，终身局也会看到流年的，啊，在终身局内找流年，在终身局内可以找流年。那么怎么找呢？属相那一年虚岁一岁，属相年。比如你说龙的，那么龙成龙成就从一岁开始，听懂了吗？你说羊的，那就未羊未就是从一岁开始，所以属相年为一岁、十三岁，然后呢，二十五岁、三十七岁、四十九岁、六十一岁，加十二十二加上去。然后呢，七十三岁等等，然后次年，就属相年的次年，次年为什么？二、十四、二十六、三十八、五十、六十二、七十四等等，鱼类推，应该懂了吧？这个话，这样把你在流年的大的格局。可以看出，也就知道你啊哪几年特别好，哪几年特别不好。比如你看婚姻，若在某一个年龄段凶的话，说明这段婚姻比较紧张。看病，这个病某一年这个宫凶的话，啊，这个病要注意。对，车祸啊，如果有幸好，那么这一年车祸要当心。啊，等等，这是第一个一辈子的运程。第二个就是当年运程。啊，这不仅仅是看这个，从一辈子里来看，当年运程，啊，以年末，岁尾啊年末吧，岁初吧，以年末岁初起局，一般是习惯这样，具体取哪一天都可以，但是有人喜欢选元旦、春节或者立春，以年末岁初起局。我要强调一下，一辈子运程以什么为核心？这句话一定要有，一辈子运程终身局以日干为核心啊，别搞错，这是一个关键点，你们去找年命一辈子。而当年运程以什么为参考指标？以年命，以年命为核心啊，这个定位没搞错啊，可以看流月，可以分析流月的更细的，每个月叫流月。
体上这样。如果同学们没有特殊的局，那我需要总结。我这里还有几个同学的局希望断了，你们还有哪个局希望我用文字再总结了？还有吗？球赛。比赛，好，关于比赛，尽管我们班上断了不多，大家再写一写。八，关于比赛局。比赛局呢，习惯以四八局起局，就是几点钟比就几点钟起局啊，以四八局起局，习惯这样，也可以问四局啊，但四八局更可靠一点。那么四八局有这样，比如这场比赛在英国伦敦比，是以英国的时间起局还是以北京的时间起局？假如你在北京断这场比赛，可以以北京的时间起局，听懂了吗？在这里的天时地利给你带来的信息，如果你在伦敦看这场比赛，就应该以伦敦时间起局，听懂了没有？啊，不见得就要换场，你比如在北京，你不一定非得换场的当地时间，你就是他北京时间几点钟比这场球，就用北京时间起局好了，没问题的。因为这里的天时地利来分析那里的情况也是可以的，但是要四八局，比如今天晚上八点比，啊，在美国纽约比赛，你甭管纽约几点，晚上八点就是北京八点起局就可以，听懂了吗？比如说我是在新疆。如果按它跟北京的时间，它是有区域差别，差达两个小时。一般在新疆是以新疆的当地时间，还是以北京时间？一般的标准的比赛呢，就不去计较地方时，就用北京时间起局。我就相当于从北京来看这场比赛就可以了，啊，以标准时间就可以。包括我们火箭发射，啊，我们有时候会有点地方时的误差，但是往往还是以中央宣布的时间起局。我发现我每次起局，我们的发射都是什么局？天线，都是天线时刻，无一例外。最近一颗中国发射的世界第一颗探测卫星了，三月几号？二十号，我看啊，哎，在酒泉凌晨3:22，啪，我马上一举一看，又是天线时刻。很有意思，你看我们搞宇航的人每次发射都选天线时刻，说明他们这个选的时间能够跟天地的参数能对得上，不管他是不是用心嘛，我们不管，但至少我们看到结果是这样。好，以四八就起局，然后呢比赛总是两队了，对不对？第一主客队，这很重要啊，主队第一排热干，也有用石干的，但是我们发现用热干更好，石干作为观众啊，很多书上以石干作为两队比赛，但是观众用什么他没法去参数了。你不能说观众比赛人比观众是在下层，那个比赛人是主角，你是我们观看的是配角，对吧？所以呢主队第一排热干，客队天盘热干，所以你首先把队能够取队。那么什么叫主队？东道主，首先比如在中国比赛，所有的外国队都叫客队，中国队就是主队，听懂了吗？如果中国队到对方国家去比，我们都是客队，对方都是主队。如果是国际比赛，选择了跟你这两个国家都不相同的地点，不是你们这两个国家，比如中国和日本，在巴西，比如啊，比如巴西踢世界杯，那么两个都是外面去的，那么谁是主队，都是客队啊？看谁离的近，啊，近的就是主队。啊，我离你近嘛，我跟近近通道主嘛，远则为客，近则为主。听懂了吗？主客，主客分析啊，这个这是主客队，你要关注的啊，并不难断。
如果你说远近差不多量下来一样距离怎么办？谁第一个开球就是客队，先动作为客，啪，他是今天比赛，比如说中国和日本，中国队先开球，中国队客队了，听懂了吗？先动为客，后动为主，这是主客人，我专门讲过的，主客人第一天我们就讲过了。啊，这是关于主客队你们选错了，这第一。第二，裁判很重要，项目谁？如果主客队的情况都差不多，那么很大程度裁判向着谁很重要。裁判、主裁、责辅、主裁判、足球还有边裁、篮球等等，很多都有边裁的，旁边看的裁判，这是他们的态度也会影响比赛结果。第三，教练先踢球的时刻啊，没有啊。第三，教练，教练好不好？教练看几门，啊，教练对你的指导有利有不有利？第四，观众起哄鼓掌是为谁？观众对谁有利？观众是该对谁有利？啊，在前面这个都一样的情况下面，观众帮谁加油可能就有作用了。啊，你如果实力很悬殊，观众再怎么叫喊也没用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下面就是比分了。这个算输赢，基本上就是看这几项，谁能赢谁能输。场地算不算？因为有不同国家、啊、场地，因为不同国家踢球的场地那对双方来说都一样的了。啊，场地一般不考虑。啊，有的人会考虑比赛的场地有器械，如果要考虑的话，跟比赛器械。但是一般不考虑，因为这个不会双方都在同样的情况下。啊，比赛器械比如双杠好不好，对不对？打乒乓球乒乓台乒乓球板好不好，乒乓的场地滑不滑，用梗梗筋代表比赛的器械。下面就是什么比分，这个更难了，一般是断输赢，你能断对就很不错了啊。这个下面呢就是关于比分了。第五，比分第六啊，第几了？第六哦，第六已经第五写过了。第六比分，哎，比赛你们可以经常练练，对错没关系嘛，你看比赛以前先断一下嘛。比分主要看进门，但是不能够这么简单化。我们要求第一，历史情况，历史上他们比赛的情况很重要，包括这里啊，在两队很交接的情况分不出来的情况，要多关注历史情况，谁胜的，谁胜的多，谁输的多，关注历史情况，然后呢，再结合知识门，这班人可能给出多少分，要综合来分析，啊，所以呢，咱们这个群里头以后遇到重大比赛，最好也断一断，一断上个一二十个就行了嘛。你看刘总啊，他就是喜欢断，每人都断对了嘛，对不对？上次山东队跟哪个队比啊，你们那里都跟你意见不一样，结果还是你断对了，对不对？很多所谓的老资格的球迷断的都不对嘛，他就断对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走的杨总也是断球赛很厉害的一个人，他喜欢看断的就比较好啊。欧冠赛
他跟那个中上一批深圳一批学生断，基本上输赢没，就是好像32场他们断对了28场吧，这概率已经够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还有什么？这就比赛了。还有什么要问吗？金牌。啊？金牌。啊，金牌。啊，金牌可以加一个。如果是夺金牌，啊，关于金牌，金牌一般看心经，相对谁有，就是最后夺金牌，啊，所谓的冠军，心经对谁有利？金牌。哎，这个张总提醒的好，还有个金牌的问题，最后一站，啊，金牌对谁有利很重要。股票股市我们单做以后，因为这个股票股市是最复杂，我们虽然有个股票群，但是大家觉得难度比较大。如果你要了解我们，你可以参加这个群啊，这个群里断的最好的叫谢红叶啊，他是中山的一个律师啊，跟王强一样律师，他的老婆就是成天炒股，每天他算好了让他老婆炒股，他赚了很多很多，比他律师的钱赚多多了，他说。但是他怕在群里啊，万一说错了影响人家。其实他每天都算，但是他过去每天他都公布算的结果，因为有几次不是很准，他担心别把人家误了，他说他现在反而不大敢说话，啊，一会就把你拉到股票群，好吧，从群里面去的，谁要拉到股票群的？那个谁啊，谁在吗？小罗，你有股票群是吧？对对对，啊，通通都让小罗把你们拉进去，客户客户拉进股票群里头去，啊，就是他们中山的那个谢红叶啊，大雁锻炼很好，啊，对对，他呢每天呢一个时段整个指数的走向，另外每天会告诉你哪几个板块你投进去好没问题，然后什么时候你应该。急忙的退出，什么时候应该急忙的进去，啊，关键时候它发生了，都发生了，好吧？一会拉进我们奇门股票群，有兴趣的啊，对这个领域，因为我没有直接炒股，没有这实践经验，我真的不敢接触这个，我只有理论不行的。这一定要是什么？你自己炒股有实际经验，再加上奇门，你才能做。就像一个医生，你光读几本医学的书，从来不动刀子，你这个能开刀吗？那开不了刀的，对不对？好吧。好了，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没有问我们断局了，准备。天气了，天气没准备了。啊，还有什么？啊，天气。啊，测天气的。说天气。哦，天气，天气，对对对对对。关于天气。天气第一天。天气好像给你专门拉过一个单子。就按这个单子看局就行了，应该没问题。还有飞机也基本上都讲了吧，对吧？这一个有一个案例就行了。好。如果有事的可以先走，没事的我们继续断局啊。下面是断那个王龙同学有一个局，还有哪几个局要接着要断送上来？啊，我们还来得及断几个局？我们班上过去还有一个河南的同学啊，专门做炒黄金的，炒得不错，曾经想让我们班上一个算得比较好的同学给他去到他公司工作，他就是成天炒黄金啊，还有炒外汇。昨天那个陈会长就是高德的那个董事长，他说他炒外汇，他很喜欢炒外汇。那个彩票可以用这个算啊，这样用那个从事发局，就是彩票开奖时间，对对，开奖时间，然后呢你买彩票的话咱就不是
买彩票要选号嘛，啊，对，选号嘛，选号我们有个专家今天没在，可以介绍给你。如果你要买彩票，跟他商量。哎，你来嘛，来个新股，冲上去，冲上去，马上到。他这个家居的正轨也挺有意思，把他那个仓库。哎，小杨，你把他仓库。好，我们来一个新的局，没讲过的啊。那个小杨买了一套家具，定做了一套家具，怀疑是假货不是真货，我们断一下是假货还是真货。